来说说。人呀，今天你点名让叔叔掌勺，叔叔真的很高兴。我的徒弟们都说，这就叫做明星认证。叔叔，您不需要明星认证，您就是明星厨师。说到叔叔心里去了。我上个厕所，回来继续。行。哎，等会儿，叔叔，咱们先把这杯喝了，喝掉它。来。你慢点吧，闺女，照顾好我兄弟啊。好。可可，你今天人设崩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怎么崩了？我今天才知道，你原来这么会应酬。很多事情其实不是不会，关键是看想不想。今天于叔叔这么开心，我就不想扫了他的兴。网上八卦说，很多明星会为了资源也会参加各种应酬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想趁我喝多了套我话？你喝多了吗？要走啊？哦，那你慢点啊。生生，伯钦要走，你送一下他。哦，好。舍不得。再见。下回再来啊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